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老邪。作为一个倔强的单身男孩，我早已习惯被秀一脸的恩爱。而作为大女主系顶级研究专家，有关白莲花与绿茶之间的套路，我更是轻车熟路。毕竟那些以女性为主角攻略十八个男子的电视剧，我也看过不少。但是啊，万没想到，这两天呢，我看了一部多结局恋爱互动剧，看个剧而已，居然还有互动模式，让我撩汉。哎，那不好意思，我目中分紫萱、墨桐、南湘、宫、桑、玛尔法和邪少，就让这些男孩子们见识一下什么是芳心纵火犯。所以呢，没错，今天老谢给大家带的就是真正多结局恋爱互动剧《圈圈四重奏》。这部剧的主旨啊很简单，那就是啊在四个男孩子的心里纵火，寻找真爱，并且完成自己的事业。话说我们的女主薄荷姐是一个专业的拳击少女，但是啊她真的想做的事却是她组建一个乐队，成为专业的 DJ。 当然恋爱甜宠剧嘛，组建乐队还是其次，主要还是搞男人，而我就是这个女主角。于是呢，在开学典礼这一天，薄荷姐青梅竹马的好朋友篮球哥为了完成女主上台表演的愿望，又私下策划了一起在开学典礼上的表演秀，还邀请她上台表演。邪少看到表示十分感动，然后毫不犹豫点了拒绝。我就这样倔强的女子，然而因为这个操作会导致啊直接剧终，最后还是被迫上台表演。在经过一番激情大跌之后，我跟篮球哥的亲密度居然还提高了。果然在玛丽苏当中，当一个倔强的女子比较容易受到关注。结果呢，还没过两天，薄荷姐啊突然看到有一个名为蓝嘉伦的音乐节要举办，获胜者啊可以直接出道。但是啊，女主她爹又让她打拳击，纠结之下，哎，我们的青梅竹马篮球哥出现了，还说要跟我比赛跑步。这时候选项出现了。那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孩子，老子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让篮球哥感到了十足的尴尬。我的心情突然变得非常好，嘿嘿。虽然呢我如此的不善解人意，但他还是在篮球馆里拉横幅鼓励我。看到这里啊，我实在不忍心了，尤其是啊看到他被很多篮球大汉包围殴打，我快速的逃跑了。可能是由于篮球哥被打得很有节奏，所以脑子里呢突然出现了他的旋律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好想唱歌。于是呢我来到了音乐室，在这里我遇到了第二个男孩子，学生会会长兼键盘手男神哥，很明显这个人想要泡我，至少无碍于他的私生饭干了。男生哥呢叫我帮忙打掩护，前面他的女朋友，哎，我玛丽苏洗澡怎么可能让你轻易得手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整他，并且加入了前来骚扰的私生饭。果不其然，男生哥呢跟我的亲密度下降了，不愧是我，恋爱什么的不可能。除了这俩人呢，在事业上，因为呢我组建了乐队，所以我受到了其他乐队的攻击，而我们组长小白居然被这个乐队公然嘲讽，而小白居然劝导的不敢反抗。当时啊看到这一幕，我直接怒了，帮不帮这还需要选吗？当然是不帮了。人啊都是需要成长的，不能什么事都靠大姐来帮你吧，这点能耐都没有你泡什么妞。于是呢毫不意外，我跟主唱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，估计按照我这个操作下去，别说啊是搞对象了，这乐队啊估计都要散伙。没办法，老爷只好启动了拈花惹草纵火模式。之前的那个男神哥其实还有个弟弟，这俩呢在我的撩拨之下居然都喜欢上了我，甚至还为此兄弟关系破裂，为了防止跟其中一个人在一起，导致婚后出现那种什么大哥大嫂是我能不能相同玛丽苏剧情，那我就得让他们。你们两个幼稚鬼，怎么可能讨厌自己羡慕的人啊？你们明明就很欣赏对方。哎，经过邪少的白莲花操作，四大男孩现在只剩下了青梅竹马以及这个主唱韩小白。关键是啊，这俩人我之前还都得罪了，还有呢，中间有些环节可以让我掰回来。比如那我在一个人迪街的时候，让我选择啊谁会来找我，于是呢我选择跟主唱小白一起吃蛋糕。还比如啊这天下雨停电，在黑暗当中，男神哥的弟弟啊跟我拉手，我没有反抗，反而拉紧了他。男神哥沙发动，哎，我没有反抗，青梅竹马篮球哥又上来拥抱保护，哎，毫不犹豫扑了上去。看到这俩我都要骂我自己，我都没见过这么会玩的女主。结果呢毫不意外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因为我的行为，我的闺蜜啊突然搬走了，我的四大备胎哎还都不搭理我了。所以啊，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无论是啊在互动剧里还在现实里，谈恋爱做人不能太那啥。当然，如果是正常操作，跟篮球哥一起，你就可以体验到跟他的甜蜜时刻；如果是主唱小白，你就可以体验到一起啊钻小衣柜这种，还是那蛮有意思的。并且呢，老邪是个钢铁直男，我的所有操作都是恶意操作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就这样，当然喜欢不要忘点关注。我是老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